养你的代言费，热巴的代言费，郑爽的代言费，相比唐嫣是天壤之别。清纯动人的外表和坦率勇敢，郑爽的个性有目共睹，虽然因为容颜整理的事情有所瑕疵，但是依然很容易获得粉丝的喜欢与共鸣。据悉，现在郑爽的代言费是800万左右。大幂幂杨幂如今已经是杨大老板，但依然活跃在荧屏上。她漂亮可爱、幽默爽朗的性格能让很多人由黑转粉。据悉，现在杨幂的代言费是1500万左右。来自新疆的美女迪丽热巴五官精致，身材高挑，独特的长相及气质是最被业内看好的小花旦之一。因为跑男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热播，迪丽热巴成为人气最高的小花旦。据悉，现在她的代言费是700万左右。唐嫣被很多粉丝叫为唐唐，她有着美丽的面容，各种风格的造型唐嫣全部自在掌握，在时尚圈更有百变小天后的称谓。据悉，现在唐嫣的代言费是2500万左右。赵丽颖凭借清丽可爱的外貌深得观众的喜欢，电视剧《花千骨》和《楚乔传》等热播剧也让她成为了国际大牌的合作人物。虽然身材娇小，但是驾驭起大牌时也不遑多让。据悉，现在赵丽颖的代言费是2000万左右。模特出身的杨颖外表美丽，谈吐得体，不过就是演技一直为人所诟病，好在有酷妻达人黄晓明，让他身价翻了 N 倍。据悉，目前杨颖的代言费是2000万左右。